段东北话加台湾腔原场景再现。秋月的话请用东北话说，春花的话请用台湾腔说。老妹儿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当着你当着傅楼的面叫我哥，你本来就是我哥哥，哎，好难哦。傻老妹儿，他知道这一点之后肯定会利用你来弄我，所以大哥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啊，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，老哥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了，现在又想用这种手段收买我，那老妹儿想让我怎么的？等我好了我就轻薄你。不用等等什么玩意儿等啊，现在就来来来来来来，老妹儿来。